这一款超级混种突变的 RPG 游戏呢，它结合了三消宝石以及日系的 RPG 风格，加上仿佛节奏游戏一般的界面，乍看之下蛮困难，而实际上呢，真的也是不好上手。不过呢，玩着玩着，你就会发现自己也是欲罢不能哦。Dungeon Heart 是一款特殊的三消宝石游戏，四个职业一排站开，对着怪物猛轰。你以为是 RPG， 但是看起来就像是在进行节奏游戏一般，不断跑出奇怪的符号。但这真的是三消宝石系统，就像常见的 RPG 模式一样。游戏中你必须要控制战士、牧师、法师和剑手，四个职业各有自己的生命值、魔力以及等级。但想要进行攻击，你可不能像僵尸一般只疯狂地按着攻击就好，你必须要集灵点，拖着各职业相对应的符号，把它们排在一起。游戏抛弃传统回合制的战斗模式，改采用即时战斗系统，所以你也许会觉得天哪，不要跑这么快，但这样玩起游戏也刺激许多。游戏目前在 PC 和 iPad 上推出，喜欢常见的玩家就快点去下载吧。